环保车赠车仪式，志工们加油喜事。赠车的志工低调匿名，缘起一份爱的牵引。李师兄跟他的车，在环保车哈要离回收的时候，坐在上面亲自体会说，哇，这台环保车已经很老旧哈，就是也听到就是说，哦，这样子哦，那这个很重要哦，我们一定要让环保我们的环保志工随车的开车不上，要非常的做得很安全第一。这是平常有利环保站的画面，在骑楼下的小小空间。第一个，大家要缩小自己，要善用每一个空间，每一个东西摆的地方要做很好的规划。第三，最重要的就是说，东西今天完成的，因为地方太小，而且没有地方可以储存，所以马上要做马上的处理。大量回收物一处理完就得送走，环保车的加入发挥良能，带给志工莫大支持鼓励。台新闻，这是美志工黄月仙、叶世春、陈春淑台北报道。